来关心2月24号元宵节的天气。即时影像带您看到的是高雄的黄色小鸭，有些人选择赏花灯，那有些人却是赏小鸭。南部的天气看起来很不错，但是北部、东部持续受到冷气团的影响，整天凉冷。我们透过各地温度预报来看到，北部白天的天气是13到20度，中南部比较温暖一些，高温是有26度到28度。另外，金门是11度到18度，马祖是8度到12度。雨区方面，降雨还是集中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，那到了晚上水汽还是有，所以出门赏灯记得要携带雨具喽。那懒人包也整理给大家，今天欢庆元宵节，北部、东部感受湿凉，那中南部白天虽然晴朗，但是日夜温差大，早晚还是要加件衣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